熊妹子，这把我也是船员，咱们一起做任务吧。我才不要，你太笨了，我要跟别人一起。哎，小海盗，我就和小海盗一起啦。我才不要，你太笨了。没想到呀，秀儿竟然抛弃了我，选择跟小海盗一起了。啊，我的心好痛啊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原来在电梯室啊，变身，看我猛男一击，哈哈，现在知道谁才是最强的了吧。奥马斯泰坦巨人凶猛来袭，在这个模式中，内宇可以化身力大无穷的泰坦巨人，全身爆炸性的肌肉就代表了他的力量。首先，泰坦巨人可以使用双拳砸向地面，在附近的船员会瞬间变成鸡腿，我称这招叫做猛男一击。另外，泰坦巨人还有个大招叫巨石出击，这个技能就可以完全体现了泰坦巨人的力大无穷。他可以从地面挖出一块巨石举过头顶，还可以朝指定方向扔出巨石，被巨石砸到的船员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泰坦巨人获胜方式就是使用自己的力量干掉所有船员，而船员要做的就是躲避并找出谁是泰坦巨人，或者做完所有任务就可以获得游戏胜利。好了，那么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今天的游戏吧。停，我的天，这把有两个内鬼，我和旺仔，那岂不是会出现两个泰坦巨人？哈哈，这下有意思了呀。来来，让大家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老规矩，找个没人地方变身泰坦巨人。哎呀，旺仔也跟来了，既然来了那就一起走吧。变身，我去，他竟然跟着我一起变身，太帅了，有没有？说帅的扣个一。走去电梯室，把电给掐了，就在这儿等着船员，等他们过来我们砸就完了。我来。哎，狒狒来了，我砸。我去，这砸的速度也太慢了吧，让他给跑了。小玉又来了，还想修电，巨石出击。旺仔，旺仔，你就在门口堵着，别让他出来，我来解决他。还躲到了角落里，这不就是站着当靶子吗？我砸。我去，这都没砸到。这都是失误呀，还把电给修好了。我砸。我去，又没砸到，还好旺仔眼疾手快啊，不然可还真就让他给跑了。哎呦，这不是秀吗？现在过来不是送鸡腿吗？哎呀哈，还跟我在这反向走位呢。我砸。我去，我这动作也太慢了吧，我就不信了。还我砸，变鸡腿了吧。走走走，去找其他人去。这不是辉哥吗？嘿嘿，辉哥，你看我手上拿的是啥？还往这里跑。我砸。哎呦我去，怎么按到了破坏按钮了呀？哎，等等，好像听到了船员变鸡腿的声音。我去，小兰怎么变鸡腿了？本来想要砸辉哥的呀。接着去找辉哥。哎呀，小城，原来船员们都在大厅啊。先把小城解决了。砸。辉哥呢？算了，先追小松吧。哟，还跑到医疗室了，巨石出击。丢了。哎呀我去，趁着我捡石头竟然跑了。追。哈，这不是辉哥吗？竟然还有意外收获。我砸。我去，我两个都没砸到。他们还学会了兵分两路。就追辉哥了。呀，还在做任务。我砸。辉哥这走位有点好呀，这都砸不到他。等等，这小松怎么不动了？辉哥有点难追，咱们还是先解决小松吧。别跑了，你跑不掉的。呀，捡块石头的功夫他跑哪去了？原来在这儿啊。我砸。都说了你跑不掉的，我这泰坦巨人可不是吃素的。走走，继续追击船员去。小海盗，可算是让我找到你了。哎，导航室，你这不就是跑到角落里了吗？好兄弟，我们一起砸他。可算是把他给变成鸡腿了。OK，
游戏完美结束。好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这就是今天的 Amas 泰坦巨人模式了。虽然泰坦巨人攻击迟缓，但是不得不说还是非常强大的。大家还想看浪哥玩什么模式，欢迎记得评论告诉我哦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